螺旋面包超人，我要用螺旋面包超人的方式解决你，上策。螺旋面包超人撤，换新的，看我的攻击，攻击，攻击，过来一点，等一下打到妈妈。太暴力了吧！不要打到电视哦，轻轻的。退。两次。退。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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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边一起攻击。哈哈。风飞吹风，你乐跑。